大家好，我是刘永明，欢迎回来魔兽世界。那就接着打，这把是盗贼的。想不到吧？看来小家伙诱人。
哎呀，又忘记收，收不起来。哎，又忘记收，是忘记动。闪避好像闪不掉，这个我好像上次有试过。上护盾干嘛？被欺哦！对啊，也还好我反应够快，看赶快用那个。勾神把马上拉走，马上绕跑。对啊，还好啊，还好过，反应够快。
放心。快逃啊，小女孩！快逃！快逃啊，小女孩！快逃！小女孩，快逃！快逃啊，小女孩！快逃！没想到被勾到，快逃啊，小女孩！快逃！快逃啊，小女孩！快逃！经常打这只果狼是会有一点点的小吃力。不过还行啊，只是我刚刚自己对没伤好。
但这鸟第一根他妈的不会消消狂怒哎、欸，他只会输出啊。对啊，他真的只会输出哎、放心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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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放心。放心，放心，奶妈下去了。放心，放心，快逃啊，小女孩，快逃！放心。快逃啊，小女孩，快逃！放心，快逃啊，小女孩，快逃！放心，快逃啊，小女孩，
快逃！放心。快逃啊，小女孩！快逃！放心。快逃啊，小女孩！快逃！放心。快逃啊，小女孩！快逃！正气补完全不行。对，他的补量，我觉得他魔太多了。对，我觉得他的魔太多了，然后却补不起来。对，他的状况是他磨，他刚刚磨都是多的，但他补不起来。对，看来他在紧急抬血的状况手法是很烂的，是真心很烂。算有个还可以的对手了，见识一下我的力量和绝望。放心，应该在阴面之中挣扎。快逃啊，小女孩！快逃！放心，应该在阴面之中挣扎。快逃啊，小女孩！快逃！放心。杀人如麻，终将得到十倍报应。放心，应该在阴面之中挣扎。快逃啊，小女孩！快逃！放心，收到，收到。一级嗜血啊！快逃啊，小女孩！快逃！你就死了！放心，应该在阴面之中挣扎。加二还行啊，讲吧，这集到这，谢谢大家。来接着，打一个 N4。
赎罪。我们盗贼开始的时候，刚开始的时候，装备拿的还蛮快的，但现在，对，就是开始有那种变慢的迹象。所以现在打的成数都不高。就是还没办法打很高层啊。放心。到 OP 是不是啊？坦克仇也太低了呗！看这坦克的仇恨真的很烂呐！我可是有偷天 damage 来到3000多的人，哇！你跟我说你。我还能被我 OT， 对，他自己的那个就没有很好了，对，他自己的伤害就没有很高，1700有，我觉得是太低啦，他的输出我觉得不行，我觉得不行，虽然我现在还不知道圣骑士到底是要怎么打，伤害技能上面。但我就觉得他的输出是觉得不及格的。放心。198打这个输出还行啊，听说 DH 会保护墙，听说，我一直是听说的。
我看他玩 BH 还好啊。他妈的不会断法，不会。不会消狂怒又不会断法。这 DH 好像原本就不会消狂。哇，我现在可是断法跟那个消狂怒一手包啊。收到刀，是怎样啊？他们是不知道是不能站在 BOSS 前面，是不是？不能跟坦战啊！你看，哎，几乎每下必中。上啦，爬树。
接清过来也是可以的哦。对，就算给他控那个石像鬼，他还是打这么低。放心，放心。没有一个四斜角，他说有武器这种东西，但我并没有做过。从他的起手就知道他的那个很有问题。怎么会？该死的审判，用审判起手嘞？你不是在打单打？对啊，你应该是那个什么，用那个起手吧，用飞盾起手吧，因为你飞盾才有伤害啊。不是你飞盾才有办法打到很多只啊！快哦！那个伤害很高的，
看腻你那张低俗的脸了，看来我必须擦一趴，擦一趴。滚开，废物！看他明明是打另外一边，为什么往我的？啊，就开奖！哎，已经有人开出两件装了，所以我空了。嗯，好，这一集到这，谢谢大家，啵啵。